诸位大德，诸位莲友，我们净土法门有一个特别啊，就是有这个助念往生。我们在莲社啊，门雪公老人师啊慈悲指导啊，多年啊，这个助念的经验，我们有设计的一个助念带。这助念带的内容啊，分为有三类。第一个就是华宝类，华宝类第一个就是要有活像，所以助念的时候，第一步就是活像要请出来。你看这阿弥陀的像一请出来，真是多么的神圣庄严。第二个呢，有陀罗尼经背，这陀罗尼经背啊，照从前啊，是这些当官的人啊，对国家有功勋，时间到要往生的时候啊，那皇帝啊就啊恩赐一件陀罗尼经背，很庄严。这南无阿弥陀是弘一大师墨宝的真迹，你看看这被子一盖呀、啊，哇，那个庄严的气氛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。这陀罗尼经背有两个使用的方法，一个就是土葬和火葬。假如土葬的话，你往生的时候入殓，这个背要放在棺木里面。就是什么衣服换好了，被都盖好了，这个陀罗尼经被就是盖在棺木里面的最上层，然后再盖棺，这是土葬的方法，随同遗骸入殓。假如火葬的时候，这个就不能烧掉，所以入殓的时候要拿起来，哦，都这个入殓好好把这个被啊就盖在棺木上面，这是这个陀罗尼经被的使用方法。那我们开始助念的时候，这个被就先盖到胸口，盖到胸口。等念完佛断了气了，哎，就轻轻的整个头部一盖，这是这个助念的时候使用的。再的啊，我们有这个念珠，他人临终的时候，你有个东西给他提起这个正念，因为那道念珠很亲切，所以我们雪公老师往生的时候，雪公老师还拿着自己的念珠，所以我们啊。然后碰到念佛的人，就给他自己习惯的念珠最好，就拿着啊，有念珠啊，还有这个念佛的这个录音带。我们现在啊，这个都很发达，我们这念佛的录音带啊，假如说有时候在念佛的时候人少啊，我们就可以配合这个录音带哈，啊，就能够来用啊。在的录音带啊，它一边半个钟头，半个钟头，我们呢。有时候为了比较能够长久一点的使用的话，我们有这个念佛机也是一样，这个是24小时可以用的。我们念佛机，你不大会念，就见他们家属就跟着念佛机念，人少就跟着念佛机念，乃至助念过后这个念佛机可以他们24小时使用，49天之内大家有空就跟着这个念佛机来这个念佛。再的要紧有这个引磬，人助念的时候唯恐它昏沉了，我们里面有装两只引磬，因为要这个轮流哈，我们助念的时候比如打个半个钟头后就要对方要接过去轮流。引磬怎么接呢？这接引磬也有个规矩，就是啊要有一个打三下的预备的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哈练习一下，您先打，轻轻的打啊。我们这个打，我们念佛就打在阿和陀上啊，阿弥陀佛就好了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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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比如说他打的时候，我中间会把他接哈，接了三次就是变成我接的，然后他再回三次他就停止的，这是那个打引磬，有这引磬。为什么用这引磬呢？这引磬声音轻声，可以让我们提起正念，不致昏沉。所以助念的时候就是不用这个木鱼，就是用这个引磬。那弘一大师有提倡说，看看个人的习惯，有些他身体虚弱，他不愿意用这个引磬的声音，我们用轻念也好。后学界最好一个就是那个轻念也是很如法，尤其这个念佛机人就跟着这个念佛机念，不然引磬除非说你
敲得很自然，连个速度都一样、哦、不然有些他敲快敲慢反而会干扰那个往生人、哦、念佛的那个心，就是要把它布置一个很好的一个平静的一个心。再者，我们有设计这个香环，平常一般就是设计这个香，那我们就是用这个香环。为什么用香环呢？你不用一直在那边点来点去啊，你点来点去啊，浪费时间，而且昏心。我们香环，用这个好的香环，我们一点呢、啊，就是这个七八个钟头。那我们这个就用这个香的引起活来啊、哦，我们就不用再浪费时间了。你这个东西，这个香环，这个小的就放下面哈、哦，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大的放这里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接上去了。所以后学觉得这个，尤其啊，这个我们助念都是，定做这种特好的香啊，那用的时候哈、哦，一点啊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清净庄严，放在这个佛前，这个佛像就是要放在往生的人看得到的地方，不能他躺这样子，你放后面那他看不到。我们就他不躺这样子，你就放在他前面，不管他在哪里。有些说那要他在房间里面往生，我们佛像怎么请到房间里面？不要紧，活菩萨慈悲啊。这时候你是特殊情况，是你要往生的，你在任何场所活都要就去接你往生，所以我们就啊来供火啊，就是清香供火。那香的部分就解决了啊。今天莲池海会也一炷清香啊，供养你们这些未来诸佛，大家同生极乐世界。哎，这个香就弄好了啊。还有香丸、香炉，再的、啊、我们有一些文具类。文具类啊，这里面有这些这个纸，这几张啊，你看这个薄薄的不起眼的纸是非常的要紧。再的，我们大佛像之外，我们还有小佛像，有些地方不方便挂，我们就用这个小佛像给他看。尤其后学经验过，很多人临终的时候他会回光返照，因为你看昏迷，哎，他就这样的念到他当时清醒的时候，哦，给他看佛像。给他听佛号，所以英光大师啊的开示里面就是说，我们要帮他庄严一个他往生最好的条件的情况：眼睛看佛像，耳朵听佛号，鼻子嗅佛前的香，嘴巴念阿弥陀佛，人是躺在佛前，心里是念阿弥陀要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样子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接触的就是这个阿弥陀佛。他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时间一善一受中，保证到极乐世界。他六根都是阿弥陀佛，那他不到阿弥陀那边，他到哪里啊？啊，这个佛像啊，我们也有这个准备这些胶带啊、挂钩啊、这个双面胶种种，你就是看他家里的情况下，你就把它这个处理好。我们这个纸啊，里面。有这个回向文，因为来来往往助念的人，我们是轮班回向，我们这个签字笔啊，就把它写上去。我们就照着这个字，它是愿以此功德，是五个字的。我们回向某某某，譬如说有两个字的啊，我们就再把它加一个回向于谁啊某某。假如说像女众有些有贯护心的四个字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就不用特别为了要念啊比较。能够存掉，我们就只有写他三个字的本名，这活菩萨都知道、哦、就这样子。然后助念轮班的时候，他们退班的时候就静静的念个回向。这个助念回向我们可以贴在助念的场地啊、哦，还有活像的话也贴在活的旁边。在的这几张纸啊，助念的意义与规矩，这个都是要事先啊和他家属沟通，给他家属知道，这是我们雪公老恩师开示的。助念生虚须知，这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，往生的三个要件，自己本身训练具足，老实念佛，平常交代好。第二个，子女发大孝心，依教奉行，依着老人家所教导的好好的如法护持。第三个就是莲友，那我们自己本身或者家属或者莲友，这三点里面假如感觉还有障碍的话，赶快趁着我们生前赶快把它处理好，不要一天过一天。
自己信念还没有具足，赶快加强自己的信念功夫。自己还没有交代，还没有感化他来修，赶快把他交代。连有缘还没有联络好，赶快广结善缘。这样子我们认的时间一到啊，就不致啊在那边呢、啊、这个障碍，不致在那边忙得不可开交。在这临终助念家属须知，家属要知道的，这里面也讲了，在这印光大师对往生者的开示，就是一心念我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寿命没有尽的话，保证病可以好起来；寿命尽的话，保证可以往生。可是有一点，你要求往生，不要求病好。为什么呢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寿命，假如你寿命到的，你要求病好，病也没有好，也不能往生。反过来，你要求往生，往生是高的目标，寿命没有到的话，因为你万年放下最消业障，你病能够好起来；寿命到的话，因为你要求往生的心也可以往生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祖师就在里面开示的非常好。在的这个临终交代事项，赶快我们找个机会，还要你要再添加什么？赶快，这个是一个参考本。自己可以另外再写、再打字、再签名、再盖章都可以。还要土葬、要火葬啊，都把它交代好，名字签下来，最好还有见证人。那这个交代啊，不能偷偷的交代，要大家都知道哦，大家都知道，觉得这个事情很要紧，就能够都帮你办了。要万一你交代的人他不在你身边，其他的人就没有办法来照办，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要紧的。在的这有一个忏悔皈依化愿回向的文，有些他已经皈依的，就再提醒他是皈依三宝的弟子，再念一下皈依文。那人会圣贤，孰能无过、啊？那临终的时候能够再提醒他忏悔一下，非常的好，他心能够安下来。在这化愿就是要化愿往生，希望念佛回向。在这里有几张，这是我们针对我们已经有在助念的人一个参考。你接到助念的时候怎么处理？助念的现场你怎么安排？助念的时候你现场要注意些什么事情？这里面都讲得很好。最后啊，有古大德的寄送：人生七十是非常，离合悲欢无事忙。一句弥陀经不念，空来这事太荒唐。真的是我们得人生闻佛法，不念佛，不求个往生极乐世界，真是太荒唐了，真是对不起自己，也对不起父母，也辜负佛恩了。当然我们念佛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子。祖师的记啊，印祖的那个雪公老师的记，我们刚刚都莲池海会都已经念过了。再来这个助念通告啊，刚刚幻灯片有讲过的，我们就把它贴出来。最好后学就讲过，助念的时候先不要通知没有念佛的莲友，没有念佛的家属，我们要通知能够帮我们助念往生的这些莲友家属，非常要紧。所以助念通告贴出来，因为当时我们在助念，没办法再和人家讲东讲西的。念佛中请肃静，就把它贴在助念的场所。有人要讲话，就把它一直把它请出去。这时候是念佛要紧，这时候是往生要紧，不是在那边啰里啰嗦啊。在的我们有几本这个书啊，可以给他家属参考啊。助念生须须知，印光大师的临终三大要，弘一大师的人生最后，灵岩山啊，印祖灵岩山妙正和尚鉴定的次终须知，次终前后要怎么做，往生后怎样怎么样做期，怎么样种种，里面就讲得很好。最好的活事就是念佛，就是家属念佛。你的孝心感动活菩萨，你的孝心感动往生的人，这种都不用花钱的，里面都讲得很好。当然你自己行有余力，你一定要再做一些功德，那是随缘尽奉。可是大原则就是大家老老实的念佛。这个助念袋是透明的，怎么设计透明呢？好事成就皆带智慧，我们这个去帮助人家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么要紧的事情啊，不要落入嫌疑。所以我们到人家家里啊，我们就不要随便走动，我们就在那边好好助念。我们要走动要有熟的人带，不要让人家有一种他来助念怎么家里到处窜来窜去。再者呢，
我们要去助念，就是这些助念的东西。我们出发前稍微看一些，哦，就是这些助念的东西，就带去。一晃，人家都知道，哎，你这个袋子是透明的，里面装什么东西都知道啊。助念完后，东西收一收，又背回家，没有一点点这些嫌疑的事情。不然的话，说，哎，你们助念收都不收钱，不收红包，你看看，念完后，我家那个古董不见了。那不是他在那边心里就是不安，所以我们好事成就皆在智慧。真的世间要做一件好事真的是很不容易，你要用一点智慧好好诚心的去做，功德就给你做到。讲完以后，人家说背着书包上学去，我们就背着书包到极乐世界去。